Wari dere puitutu. Kau ya. Tam bau ji kuan ni lah. Nong li da gui ye. Nia wei. Gui ko nong ji kuan ne. Sai xi wu ni a, hai li hai a li. Oh, biang biang, chao biang biang.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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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sai zi ye su.出干喊一下哦，喊你啊喂！哦，你看这只，啊你啊喂啊，好变变啊你啊！嘴巴还蛮大只的，哦，大九斑，我刚刚钓好几只了，没有拍啊，我想说试一试而已，就这只比较大，我就拍了一下。哇，大九斑耶，金黄色的大九斑，今天来到乌来啊，红河谷下面那边有个在钓西哥的，我遇过他好几次了。今天的话水好像比较干，但是这不是重点了，现在大概可能11点多了才来，最主要是要先烤肉，等一下先去找上次存放的木头，然后再去那一棵树发一点木头，直接先烤肉，中午要先烤肉。我整天没吃，那十点外弄弄了多好吃中午，中午吃完再来钓，再钓这一段。这一段我记录过很多次了，我每次只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段拢风就透的，唔知安怎只风靠的款，这段大概拢风就透。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哦，就是要看吸虫，这一片夏天都有很多，但是去年中秋节过后有两个大台风冲走了，现在看今年的吸虫长出来了没有。我的木头咧，我记得是在这边，在这个石头的对面啊，在这里，在这里啊，上次剩下的一点木头，这个应该还不够用，先去那一棵树，那棵树拔点木头。这件事要先做，就是水底摄影，水底摄影要先做，因为它的时间是同步的，你先把水底摄影给放下去，然后你去烤你的肉，去捡你的茶，然后让它在水下录影。水底摄影大概看几分钟这样，以为没什么，其实水底摄影的时间是一个小时，知道吗？这个水底摄影机放在水底是放一点钟的呢，所以恁光啊看五分钟而已，你想讲底下有那么多鱼，其实它是一个小时累积的，以吸引过来的鱼量。我哈很简单啦，代志不是广人想的哈很简单，你知道？那是放一点钟才有这么多鱼来的。壳掉下来了，但是感觉这个都是藤呢。这个是树枝，这个就可以。蛮脆的。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树枝就可以。这样下次就不用带木头来了，这边就够了。这个风啊，实在是风这么大，等一下怎么钓鱼啊？生活是很方便的，钓鱼就麻烦了。串牛小排，这个被我结冰的时候被我摔断了，这样怎么办？这个也断了，被我摔到裂开了。
串一串，这女儿小牌都被我串到分尸了，串个拢瘪瘪亏啊！串一串，直接下，稍微烤一下就好了。大了，还不错啊，虽然火大，可是串的也丑，可是刚才烤起来还不错。担心这个风等一下怎么钓鱼？快熟了，快熟了。好了，好了，好了。吱吱叫了，吱吱叫了，看起来不错。开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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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撒点胡椒盐。风太大，挂卡。红鲟烤。刚好12点，耶！人生就是这这这。今天牛小排烤得不错，应该7-8分熟吧。8分熟左右，好油哦！等到10点才出发，因为早上还阴天呢。本来报好天气，结果早上阴天，我本来不想来了，结果10点又出太阳，我又来了。现在刚好12点了，刚好12点开始吃午餐，一整天都没吃。今天老鹰很多，从来到现在，老鹰一直叫，啾啾叫，有没有听到？老鹰。一定都是老鹰。这里啊，我都不建议大家来啊，因为水库会放水啊。所以哦，每次我都要讲一次，我怕，因为现在还没夏天，你知道，如果夏天的话，真的很危险。中午过后，水也涨起来哈，发生意外是还不至于，但是你走不回去了，你只能在这边过夜。啊，不然。爱打电话消防队叫人来给你救，不然水太大你抓不回去啊。今年春天好像怎么讲，好像比较晚来啊，等了好久鱼都还没开始翻耶，这边都还没开始翻。这里真正夏天的话鱼可以翻到脚边，寄虫的数量不多啊，有结网子啊，你怕，但是你要抓到可以钓鱼的数量的话应该是很累哦，有网啊，但是都就睡起来，你抓起来，有无？这个都算小只的，所以说吼，还是要靠我的冷冻吸虫。今天的有啊，今天有大只的，哇，绿色的，你钓鱼就要抓这种绿色的，哦，这款很较肥。一般叫好的钓大尾啦，刚刚那个小的啊，就不要抓了。还是要试这个哈，都是去年中秋节之前准备的。这个冷冻的吸虫，这个很不好抓，而且它不好保持，所以等于说，这个是怎么样制作，你知道？是去年夏天的时候4点多钓完鱼，钓完之后再下去抓吸虫，然后把它活活的养到回家才把它煮熟的，所以你看有多麻烦。为了就是这个钓春天的时候，青黄不接的这个时候之后啊，把烤肉的地方打扫干净了，这个木头我一样压在这里，虽然这边木头很多，但是这边还够用，不够用的话就去那棵树串，那棵树越来越干了，很多木头了，这边终于解决了这个木头欠缺的问题了，以后这边烤肉方便多了。等一下从这个头开始钓吧，钓到结尾那边刚好半天就结束了，风还是很大啦，不过
浪风嘛是会到的，这个还没有大到说完全不能钓。中了，哦，这风真头呢，哦，这只九斑蛮大只的，不用定钓哎。这个风实在是哦，我说过了，每次这边风都很大，哦，它光它用它的重量，随波逐流，我都用的游不起来哇。哦哦哦哟！哦哎哎哎，你这是第二发就中了，哦吼吼吼！哦，没睡觉呢。啊你啊喂，放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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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不错不错不错，中了。哦，这九班都你看歪紧张呢，紧紧呢，紧紧紧呢，那就慢慢游啊。你看这这木鱼拢无啥紧张个喔，有慢慢逆流，你都哎、欸，你都熬伊熬到忝啊！哦，开始冲啊，开始冲啊！你要要抢救起来，你才冲！过来过来过来！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哦，哎，两只有拼呢。来来来来来，放轻松哦！立马立马被睡被了。这冷冻机从研发两年，大概都完成了。哦哦哦哦哦哦，丢哦，飞起来飞起来，哎，又让它下去了。它下去就浪费体力了。不易比不易，这只也不错啊。哎哎哎。哎、欸，是不是有跳走啦、啊？我觉得鱼好像蛮多的，怎么变那么少只？哎哎哎哎哎，放轻松，放轻松。好，这样也不错啊。这个石头啊，底下都大只的啊，过头了，过头了，重新留一次，重新留一次，要好好的留啊，因为它底下应该是有一根木头。一种软质性的，丢啦！嚯，卡落去啊！呜呜呜呜呜呜呜！用大只，用卡落去坑诶！哦，游伊袂出，莫装伊坑诶哦！我讲诶，坑内底有木头，哦哦哦，有些软质性的木头，这些啊，来来来来来。一坑拢拖的啦，哎，呜呜呜，阿肥肥，我又来钓你了，哦，差不多，差不多弄安尼，中了，又开始沉重的拉力，我说过了，你要你要个扭出来啊，哦，出出出出出，我乌你看，我乌一只。尽量不要让它在洞口那边嘎滚，来来来，这样鱼比较能钓比较多只啊，特别惊到。哦哦哦，嗯，这种粗的，嗯，今年的石斑真正拢粗的，行到都拢是三尖嘛粗的。中了中了，哦，这一只直接给我冲到石头缝里面，还好没卡住。哦，又要进去一次，出来出来出来，哦，哇，又进去，哇，又看一只，这大只，这你看，卖给伊入去坑的，我讲迄坑的够一个叉什么，钓在遐，啊，给伊入去坑的拖屎。来来来，哦，哇哩嘞嘞，全部都粗的，看大家拢在粗啦，
慢轻松，慢轻松。好，哦，啊，你阿伟在家中就抽，因为救起来就爽了，爽了。这次要从后面拉出来了，哇，拉不动，油尾叮当。哇，还是从前面出来好了。哇，一个整力气啊！好腰哦，一坑实在，弯弯弯，哎，快快快快快！哇，一个整，一个整，哇，我靠，靠腰，呼，啊你啊喂，来来来，没力了没力了，赶快出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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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哩哩哩，肥滋滋，靠腰。全部这款的啦，哈，拢二十几的。娘娘喂，娘喂，几块拢这款的，在想你啊，太厉害了你。一点多了，钓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哦，拢错的啊，就完全拢错的。嗯，还不用错，不用表。哦，规四个拢是不上吧？等一下，慢慢往下移动。好，哦，来钓这个外面这个濑区，感觉濑区的鱼还不是很多，还未开始变。伊那真正咧变的时候，你看到会怕死哦，整大片拢是鱼。捞落去，一二三，钓钓啊吼，哦，好腰。来来来，哦，拖变变，拖变变，哇哇哇哇，这只也出。出出出！出出出！再喊一下！哦，阿娘喂！哦，你看这只，阿娘喂啊，好变变啊！你变阴天了，还是风这么大？哦，还好今天鱼都大只的，食来就大力嘞，我根本都免捕啊，根本就感应不到。这个石头有坑，那老的这个坑，还是刮，就这样这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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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吸后面，哦，来了，掉了，哦，哇靠腰，吸下去就对了啦，哇糟了。北拜北拜北拜，三点了，那个太阳缩出去了，有没有？缩出去那边，这边照不到了，超冷的，穿短裤啊，穿三件，受不了了。唉，我先把鱼放一放，然后钓竿先不要收，等一下走到那里最后面去试那一段赖，试完就回家了。这种今天拢抽了，总共大概钓了两个多小时而已，好棒棒！哎哎哎哎，这么急的要回去？不错哈，大家拢错的，好错错。好了，太冷了，不然我还想钓。没有太阳之后就太冷了，先去试别的地方好了。中了，我来试这个潭，还是有鱼耶。哦，
酒吧蛮大只的。哦，大酒班。我刚刚钓好几只了，没有拍啊，我想说试一试而已。就这一只比较大，我就拍了一下。哇，大酒班耶，金黄色的大酒班。哇你的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哦，哇哇哇哇哇，下路粗啊。哦，挂一摊嘛。大尾吼，看这石壁空的，怎啦？哦，你看哦，靠呀！你看后甲呢？哦，靠呀！大石板这歹啊！这没人钓了，这个没人钓，你们所以都很凶的样子。哦哦哦，不凶不凶不凶。哦。没人钓啊，没人钓，九班拢野派的哦，年尾那不就准？啊，年尾，这个不就准？真的都在那个洞里面，超多。